棒的、欸，好棒哦！都整人、欸，我觉得我们会盖的特别快的，就是就这样。没有没有，我不是素材，我不是素材。哇！我找那封面图来看呢、欸，开玩笑吗？算了算了算了哈，那种表示，这就是卷的 feel 啊。有啦，有妈妈的部分啊，这个就是妈妈，这个部分就是妈妈。对，哎、欸，不然我做个那个好了。刚刚是谁要怎么取消勾勾啊？你拿个。哎、欸，取消勾勾好像没有办法哎、欸，没有办法哎、欸，你赶快补吧，你赶快补吧，反正应该还有很久，杰克还要很久，哇哇，怎么久？等等啊，等等啊，哎，你好，你还没有？按呐按呐来啊，按呐来啊，等一下，我猜到一半啦、啊，瞬间全过，哇塞，哎。这个真的有像，听过了，有像妈妈哎、欸，是不是？这个我好，你终于盖出一个妈妈样了。可以可以吗？那是披风吗？这啥？这是什么啊？你有没有看出来我说的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你可以看，猜看他看他的形象，看他的形象。这什么东西？这个妈妈不错哎、欸，这个妈妈不错。这感觉怎么有点像祭拜他？我们好吧？哦，就取这个名字哦，感觉会红，会红啊！名字取得不错，那个有在写轻小说的各位观众们可以参考我们的名称哦。对对对对对，这个会红啊！有脚，我是吗？是吗？不是吧？这个差不多吧。有脚、欸，这到底什么东西啊，小雨？这个会红，这个会红，就这样、啊。是简单吗？这是简单的东西吗？不是，这个会红，小雨盖的都不简单，超不知道该怎么办呢。这样有像那种作品名字啊，好不好？我的作品名字都没有少一丝。小雨看得懂吗？这个应该没错，这盖的蛮厉害的。不管啦、啊，不过还好，旁边那只没差。好啦。反正有帮你弄成一个作品了啦，对，我也帮你做成作品名称。我觉得我一个都没歪。啊，时隔半年来玩，感觉像是我。哎呦，有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好像很不错啊。杰克，剩猜，蛮新出的《白雪公主》小妈啊，七个小妈妈。哦，是妈妈是下面七个、哦，对，你们太厉害了，白雪公主了吧？妈呀，妈妈，你盖的妈，你盖的白雪公主太可爱了，我想说白雪妈妈，没有没有，白雪妈妈大赞七个的，哎呀，我就故意妈妈放后面哦，完全相反哎、欸。白雪妈妈大战七个小矮人，这完全相反。这是一个剧情了吧？我想说，建制员盖的应该是这样的方向吧？才不是！反了反了，妈妈反了，妈妈妈妈要大战了，反了！是七个妈妈误会了。哇，好小！好小，好小，很小。这样还是一样有机会可以猜到一样的、啊。对啊。哎呦啊！白雪公主，哎，回来了。妈妈，小雨你好猛哦！转回来了，转回来了，转回来了。最后又转好啊！好屌啊，小雨！转不了了。完了，感觉怪怪的。妈妈好丑啊！白熊啊，七只不见了，七也不见了，七在哪里？不见了。没有没有，是我想数学吗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简称嘛，简称七个小矮人，那直接白雪公主里面有包括七个矮人了。白雪，七个妈妈不见了。可是有啦，白雪公主还在，啊妈妈不见了。没有啊，大战七矮人，你也要至少这样啊。我好大战。Oh my god！ 这个我真的看不出来， oh、不会数学。妈妈大闹天宫，你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我想问一下，猴子啊，尾巴？啊、这是什么？尾巴、啊？尾巴、啊？哎、啊，原来这边是背面啊！尾巴哦，这是背面。你干嘛？
头发也遮一下嘛。我以为那是正面，哎呦，我以为那是正面的、欸。哈哈哈哈哈！我操！你在干嘛？我也拿起发大发发。有圈圈就是尾巴，没错。转身成妈妈，转身成为孙悟空，在庙前用尾巴拿起大棒棒，用圈圈拿起大棒棒，圈圈拿起大棒棒。我以为你在干什么什么怪怪的东西嘞？圈圈会转弯，说你的圈圈会转弯，圈圈会转弯嘞。然后你猜的差不多，哦、小雨刚说我还没敲完，小雨。哦，小雨这个妈妈好棒，有魔王吗？哇，这妈妈有棒哎、欸！拿起大棒棒，用圈圈拿起大棒棒，你的圈圈。孙妈空，孙妈空。有啊有啊，孙悟空的感觉还是在的，对吧、啊？那个金箍金箍，感觉很像是眼睛盖着眼睛是吧？哎、欸，我的圈圈怎么不见了？哎、欸，我留下大棒棒已经很好了，好吗？你这样子有大棒棒，瞬间销量会下降哦。这个才会是假的，对吧？这个是悟空，哎，这个是红色，这个是一半。这个是孙悟空妈妈母的孙妈妈，能长能短能粗能细，我之后才改的，你们就猜很快哈。销量又上升了，销量上升了，销量上升了。有，我觉得孙悟空这一点没有变，真的很棒。靠繁星逆转销量，哇，繁星回来了。有吗？本次我们本次什么飞天猪马吗？你们是飞天少女猪啊，这飞天猪妈妈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剩下只有这个小雨你猜得出来的啊。飞天妈妈猪哦，厉害厉害，我猜这个完全没问题。可以啊，大家就你的这个猪好丑。没有啊，我是找到什么飞天少女、欸、少女很厉害，是那一部啊。你这盖的感觉很壮哎、欸，而且你不觉得是怎样？你不觉得因为我要中间这个字啊，他肚子啊。我要盖出这个字啊！你要盖胖一点的感觉。飞天少女嘛，你看没歪没歪，猪不见了，猪歪了，猪你没看他的手是写什么题？猪题啊！猪题，飞天少女就这部作品哦，我只是把妈妈位置放错、哦。有有有，很像很像。猪回来了，还没变身，还没变身。还没变身的时候，还没变身的时候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这个是猫头吗？飞天猪巧吗？巧吗？哎呦，很快哦，可以可以，笑死，完美完美，猪巧吗？这种妈妈在异世界转身成魔兽勇者，太惨了，这么勇敢的我，哎，这个多像千小说的名字啊！我觉得有像，可是销量要低了，销量要低了。我觉得这个。小雨，你盖那么久，我觉得合情合理。我很尽力了。你这是花妈吗？是花妈。我说找个大名字的妈妈。勇者斗妈妈。简称成为勇者斗妈妈。哎，你们这样销量会下降，销量会下降啊！拉下降，拉下降，而且下降会有抄袭，会有抄袭。完了，这才叫下降。我好像打反了哎。而且我盖反了，我盖到一半，忽然发现我盖反了。耶、欸，妈妈是那个哎、欸，妈妈变勇者了。妈妈也是去打龙，我打反了吧？勇者斗妈妈，寻妈高手。寻妈高手，寻龙高手，妈妈的高手。完了，走远了。这是什么？哇，这个好屌！我没牙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妈妈这个两颗，没关系，萧峰，看我。如果我老妈化身成为黑马，哦，销量上升，想变成什么？大歪婆，有有，销量上升了，销量上升了。我天，白痴，白痴，妈妈，好白痴，珍珠美妈妈，我觉得这个真的不错，小雨，小雨，哇，难怪你画那么久，珍珠美妈妈，哎，小雨，我真的不知道手上要拿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小雨，你盖成这样，你看到好后面，看好哦，完了，你能珍惜，现在赶快珍惜哦，这超帅的，好
我刚刚就是盖这个盖到关麦，就是这一题。神作神作，哇！你下面企鹅超可爱哦，又把那只企鹅做出来，哎，恐怖，好可爱哦。这个企鹅叫小波，神作神作，好搞，神作了神作，神作，神作了，哇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没有，我跟大家讲一下，我根本就没有看出他是美人。我以为他是这蛇精吧？就知道了。是我以为他是灵魂哎、欸。我真的可能会猜好吧。好笑，超恐怖。没有，我自己看，我觉得好好笑。你怎么刚没笑啊？天啊！本日最佳作品。魂之花妈，好不好？我帮你就这个，就这个。气气大吗？只用一个方块而已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盖，我尽力了。气大？哎、欸，没有妈妈，有七七这个数字还在。妈妈，七还在，七有传奇。七还在，七还在，至少都有七。我又把那个答案放在这里面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什么答案？进不去啊！进不去啊！蹲着，蹲着进来，蹲着进来，里面有什么？七粉色。哎哎，你们一直推挤我，我没有看不到那个。来一个，来一个。七个妈妈带着小孩，七个粉妈妈世界。有销量上升，销量上升。那个粉色感觉像妈妈，前面有带着小孩，有没有？我想说，为什么你们都要七个吗？各位各位，七七还在，七七还在。七七愿望是教主越来越亲近大鱼小鱼。这是有才，共同带一个小孩，霸凌吧？因为我不知道带几个小孩，带着小孩有没有？对呀，我有七个妈妈。带着小一个小孩闯荡世界，这就是七等份的妈妈了。七等份的妈妈，七等份妈妈有没有？七个模拟妈妈与我的生活，与我的向量上升，向量上升，是的，可以把上升一点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向量上升，向量上升。嘴巴好痛，我的妈妈学院。我天哪！哇！太强了！太强了！这个画风神作神作，有有有。哎，粉红这里也可以，对，妈来了，没看到吗？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我天，我，加长了，加长，加长，我没看到，我笑到，我笑到心脏都痛，我的身体在叫。孩子啊，妈，这什么东西？这什么东西？我快乐啊！歪了，歪了，歪了！我的妈妈太小了，烂透了。至少哎，完美的盖出来，这你一定猜得到。好猜哎！一时间，你这也要猜个不会不会？惨惨，这个带动轻小说销量有没有？销量销量下降，销量下降，销量下降。接下来给下降。哇，你变成麋鹿了！哇，你这好像毛哦。他变成麋鹿了吗？你这个毛超像的，哎，超猛哎！超毛的，超毛哦！你好有顺的感觉。圣诞型妈妈变成这样了，我的英雄学院变成……哎，没有外传，英雄学院那边盖得很好哎。我的英雄学院直接变成圣诞型妈妈，傻笑。英雄学院盖超好的脸，我觉得外最大的应该就是这一个。这个行路妈妈也很厉害，这个毛开外挂没有盖出来，好可惜。哇，超级歪，哇，直接歪爆！外挂要怎么呈现？真的是从日本直接歪到北极。你知道秋风题目都很难盖出来，它很多附带条件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你们不知道轻小说都是这种标题吗？很累。没有没有，我觉得你这样真的不行。圣诞熊妈妈是大小，我觉得那个珍珠珍珠花吗？珍珠米妈妈？我觉得我太小了，像是跨年柜一样。环境做的环境做的 OK， 超好的。
真的哦，繁星的跟我的对比太差太多了，你们适合吧？是夸的贵。我突然觉得我该太认真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欧鲁麦特真的做超好的，笑死我！你盖太认真，你本来就盖太认真，你。哦，休息了，休息了，休息了，看小雨了，休息了。有空大家可以帮妈妈写一本轻小说。OK， 我们这些都可以拿去引用，好不好？如果是有想要做妈妈有关系，都帮你们想标题都给你们，没问题。没错，没错。拜拜了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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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对啊，截个封面啊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。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啦。那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好，优越生日快乐，拜拜拜拜。没、欸。